今天凯凯和 Kelly 表妹出游，坐落在古晋的婆罗洲开心农场。凯凯，你去哪里玩？动物园呐，去看花马，是吗？开心农场只在周末星期六日和公共假期开放。这是一个130英亩的现代化农场，其中开放供民众参观的约70多英亩，当中也涵盖了8英亩特别保留的原始热带雨林。我们正在搜寻亚洲龙鱼的游踪。属于古蛇鱼科，是一种大型的肉食性淡水鱼，早在远古石炭纪三叶4500万年以前的时代就已经存活，是地球上的古代鱼。按下按钮会有录音讲解。整个农场的规划非常细腻，大部分走道都有雨盖遮阳。什么？啊，飞车。可以让参观者慢慢走，慢慢看。天竺鼠很可爱，农场特别弄了个房子让他们活动活动。马路好一，好一个一起，好一个一起。啊，给他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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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的。OK， 那个，那个。哎呀，出鱼哦！奶奶，这个。哎，这俾我啊，影。这俾我呢。婆罗洲开心农场以农林牧渔为主题，主要饲养本地家畜。农场主人希望让孩子能有机会近距离和这些动物接触，而非只是从课本上的图片看到而已。一棵相信在白人拉着时代就存在的百年达邦树，是必达有族的神树。中场休息时间坐下来享用自带的饼干。你的吃完先。哎呦，紧张。你最近还卡到外营一样啊？拍 video 耶，好。嗯，好。给你几分？这里合龟的种类特别多，这里也有一些小孩拍照的打卡点。凯莉表妹可是攀爬高手。妈咪，够你上了。你要上去啊？
农场主要参观站包括亚洲龙鱼、兔子园、长寿村、草原之家、热带雨林、稻米之乡、万果山，都设有详细的解说看板。进入了冷血动物的世界。凯凯似乎对蛇特别有兴趣。踩到了。蛇哦，蟒蛇，它算是 baby 是吗？对，这个还是 baby， 才差不多刚刚八个月而已。哦，哇，八个月是这样长的。那个是一岁两个月这样。一岁，哇，差这么多了，八个月跟一岁。后面。哎呦！哎呦！多吗？冷冷的。凯凯一点也不怕蛇。你有一只小的，你要吗？你会怕 snake 吗？你要摸吗？哎呦！哎呦，不怕蛇。你要跟蛇玩啊？啊？四脚蛇在这里好像变婴儿一般被抱。看看蛇哦，吃饱困，伊讲安尼四脚大，两礼拜食一摆，食几摆，伊讲。除了是农场，这里也供人租借当活动场地，譬如 team building 和露营之类的。
飞机。等一下摇啊。一开始还好，一摇凯凯就害怕了。游乐场表妹就玩了大半天了，但凯凯不大敢玩。表妹超会摇的。又到回家的时间了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。Sekiranya anda ingin menuju ke tempat